人这个字，请开机师帮我念一遍。人是人册立的象形，甲文可正写可反写，如甲文一甲文二。备注：典籍所见，一、别人、他人，《论语·颜渊》：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”二、众人，《公羊传》：“庄公十七年，其人兼于岁。”三、品行。孟子万章下，诵其诗，读其书，不知其人可乎？常用词：正人君子，任人唯贤，治世仁人。同学们看黑板，它就是人侧立的样子。看到我像他吗？像。伸头、身体、脚、手，这甲文它可以正反的写人，演变到小篆，有一点点笔画有一点改变，还是看得出来。那么楷书，我们看到人。我们说过，在甲骨文里面，它往往可以正写，可以反写。可是我们说过，有两个字不可以。左右。右手，如果把它反写也可以的话，那不变成左手吗？这两个字它是有，不能左右，不能反写。同学们翻过来，大，也请开机师念一遍。大，向正面站立的人。备注：说文，天大，地大，人亦大。典籍所见，一，众多的。《汉书·李广传》：匈奴必以无为大军之右。二，猛烈的。汉高祖《大风歌》：大风起兮云飞扬。三，众也。荀子《性恶》：大其信焉而亲过才。四，与泰音同通假。荀子复国，如数成形，则天下泰而复，时有功，终击鼓而贺。按泰，泰，他盖切，透纽，十五步。大，图盖切，定纽，十五步。三者同音，可以通假。五，大小的大，师，正风，尊大陆。尊彼大陆兮。按三字经，三才者，天地人，人为万物之灵，人与天地并称三才，所以引申为大小的大。常用词：正大光明，发扬光大。
这个字看到甲文经文看黑板再看我像吗？像正立的人。这里有个问题比较不好解释，本来是正立的人，怎么变大小的大呢？说文说天大地大人亦大，后面我们又引到三字经，三才者天地人，人万物之灵，与天与地并称三才。所以本来由正是一个正立的人，引申为跟天跟地一样的大，大小的大，明白吗？这是引申出来的。在我们典籍所见里面，第四说的以太和太通假，底下我们引出了他的反切，两个太子都是他盖切，生柳是透柳，运部在段义才十七部里面是十五部，大也是土盖切，独属定柳，十五部。前面两个胎是透牛，十五部。那大家会觉得哦，太与大同是十五部，他们是叠韵没有问题。然后一个是什么？生柳，一个是透柳，一个是定柳。那同学会以为哦，生柳不同。翻开后面那个表，三九零，三九零，翻开，太是属于透柳。就这个表上找到透牛，属于发音部位属于哪一部分？舌音。再看大是定牛，在发音部位也在舌音，发音部位相同，因此它也是双声在古音。所以太乙大既是双声又是叠韵，所以这两个字怎么样？同音。同音可以通假，原因是声意同源，两个字之间
如何可以通假？这是非常重要的事，不是用口头上读一读，看他声音是不是相同，而是要根据反切，然后再查他的声流，再看他的韵部。我们已经练习了几次，是吧？我相信同学们都能掌握了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。然后再翻到刚才那个表，切与上字表，要你在真正确认这两个字在什么钮。大是土盖切，你把那个土字找到，找到吗？哦，按住它，别让它跑掉。再看大是什么切啊？啊，太是什么切？他盖切，再找他属于哪一个钮啊？找到没？找到。找到，好，确实找到了，这两字属于四十一声钮的哪一个钮？然后乍看好像它不是双声，然后再看前面刚才问那个表，发音部位的表，哦，你就知道原来它是同发音部位，它也属双声。像这些地方就是需要我先跟各位同学先说一说，你才能知道怎么应用，要不然你光是看这个书有时不太容易理解，是吗？我们点击所见引到的第二汉高祖大风歌，这只有第一句，还有两句有同学知道吗？威加海内兮归故乡，安得猛士兮守势邦。真好，大风气息云飞扬，威加海内兮归故乡，安得猛士兮守势方。汉高祖的大风歌，看出帝王的气概，哪怕只有三句，是吧？大风起兮云飞扬，第二句威加海内兮归故乡，总共只有三句。接下来请开机师读下一个字。子是婴儿的象形。甲文一，金文小篆，像幼儿在襁褓中两手舞动。甲文二，像幼儿头上有发及两襟，今已不用。卜辞借为天干子丑之子。备注：断柱，像人手与手足之形也。典籍所见：一、后代
子孙，文选石崇，王明君子，我本汉家子，将士单于庭。二男子通称，礼记谈公下，持子熟尽熟调。三尊称，今称为先生。论语中子曰，曾子曰，按先秦对人的尊称称子，汉代称生，如贾谊称贾生，现代称先生。常用词：正人君子，爱民如子，诸子百家。同学们看，贾文二向幼儿头上游什么？那个是应该写成哪个字啊？头发的发。现在他们简体字，把这个简体的发，你电脑把它一翻译，就变成这个发财的发。这个是发财的一个简体字，而他们用这个同音通假变成头发。现在大陆上就用这个字，又当发财又当头发，所以在电脑上你要把它翻成正体字，它就变成这个发字，实际上是应该头发的发，同学们把它改过来。子，大头，小孩子襁褓里面的婴儿，他的头身体比例显得特别大。头、身体、脚两个手，你会问，脚应该也是两个才对啊。怕它冷了，用一些小毯子把它裹起，在摇篮里面啊，襁褓里面。那这个手为什么不把它裹起来？那它一定哭闹不停，让它在外面玩。子是象形，后来借为天干地支的子丑寅卯。这是地支，上面还有天干。
你用白色的把这两个填到前面。一开始天干地支一配，多出两个来，结果我们写成六行以后，就这两个最后这两个字也正好配到天干最后两个字，这叫六十甲子。人六十岁，就说他活了一甲子，从这开始活完这一个六十年。元曲里面有这么一个句子，蜀甘之周遍又重头，这表示什么？六十岁我记不全这个曲子了，一开头是脸苍染孝寝冬夜酒，人事远老怀忧。这好像是第三句，我真记不全了。蜀甘之周遍又重头。同学们有手机查一查，这个是元曲的作者，不是马致远，是一位很有名的大家，查一下就查到了。脑筋不够用，记不全了。说到甘之，我就想起这个句子，他整首我就记不得了。有查到吗？没有，那不要紧，回去你们慢慢查。元人的曲，元曲值得各位查出来背诵，它非常美的一首曲。以前我背，现在忘很多了，值得同学们背诵，非常好。现在我们要应用这一个表，孙中山先生革命成功是哪一年？辛亥革命。辛亥在哪里？在戊己庚辛。行，辛未，辛亥在哪？在这儿。这是孙中山先生革命那一年。孙中山先生辛亥革命建立民国是辛亥年，是公元1911。那天我说过，黄继庚先生
他过生日，过五十生日，太原先生还做了一副对联，勉励他干嘛？好，哎，黄卷出彩，好著书。同年，季耕先生就过世了。我们知道季耕先生过世那一年是1935。现在同学们把这1935应该是在这个表里面的哪一年，你去算一算。乙丑。啊。哦，这个乙丑吗？是，大家算算看，核对一下。哦，很好算啊！你看，1911、1912、1915、1916、1920、2021、2022、20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28、29、30、31、32、33、34、35是吧？厉害，小的算了吧。哦，我们要知道季耕先生是哪一年过世？我们知道他是1935年过世，又知道我们知道他是1935年过世，我们想知道他在这个表里面是属于哪一年，要怎么推算？第一个，你要先要知道辛亥是孙中山先生革命成功是这个年代，然后你就往前算，1911、1912、1913这样往前算。会了吗？不然，为什么我们要特别仔细讲这个表呢？如果你碰到一张古画，清朝的清初六大家的，是运寿平的，或者是四王里面的一个，它上面纪年绝不是说一九多少，它也都是用这样纪年，对吧？好，那你就要查一查这个作者他是哪一个年代出生，这个都可以查得到的，人民大字典都能查得到。查到以后再看他，比如他是这一年出生，而他画上面提的落款是这个，我随便举啊，他落款是戊寅，哦，他是这一年出生，戊寅年，一岁、两岁、三岁、四岁，可能吗？不可能四岁，
但是他还有一个可能，他已经活过这60年，然后周遍又重头，那是几岁？60岁，61、2、3、4是吧？64岁，画的画，哦，然后再查《人民大字典》，这个作家，这个画家，他只活了50岁就过世了，那他这个怎么样也不可能是吧？那怎么样？你就可以100%拍板，确定假话，明白吗？所以这个表有用吗？非常有用啊！哎，很高兴，我们今天又学了一招鉴赏断代啊。开机师，麻烦你再读下一个字。四，本字，本是子字的从文，是婴儿的象形。在甲文中，12之第6位之4，作子形，即篆文子字。12之第1位子字，则作子形，即子字之皱纹。二者实为一字，四乃子字重文。从甲文笔画渐变为金文、小篆及隶书、楷书。典籍所见，一，12生肖以巳为蛇，论衡，物是，巳，蛇也。这个字本是子的从文。从文，同学们翻开《说文》的“子”，在《说文》里面把“子”翻开，749页下半页，“子”，11月阳气动，万物之。人以为称，象形。后面有一个古文子，在子上面长了3根头发是吧？我怀疑是不是叫三毛啊？这个子啊，它是。古文，再看下面还有个皱纹子，皱纹子，许慎说：“信有发。”断注。说那个伐指的那三毛，信有伐，必谨在这个字应该读他人啊。绝不是鸡啊。哦，断注倒说他是鸡的。他说是看到断注吗？
目不约，找到吗？目不约，床着安身之基座也。他认为前面许慎所解皱纹子信有发，必紧在肌上也，认为这个就是肌，然后他底下注说像床肌可以坐卧的地方。而实际上同学们看这个皱纹的写法，信指头了，上面有头发，两边是手臂，然后身体底下应该就是两脚两足，所以从这个笔画来分析它是不是整体的一个象形，这个我们可以判断，并不是一个小孩把它放在一个鸡上面。这里主要是让同学们看到子这个字它有两个重文，重是重复的重，重文，一个是说古文，一个是皱文。再看到我们的课本86页，是在甲文呢写作纸的形状，这个纸跟前面我们说的那个纸小篆的纸两个手向上是吗？甲文里面是一个向上一个向下，说不定过一下他那个手又下另外一个手上来，这无所谓的，这是甲文，这代表纸啊，象形的纸。那刚才我们翻到说文，它有皱纹。所谓重文啊，皱纹、古文跟小篆，他说皱纹皱纹怎么写？古文怎么写？也就是前面的小篆它有另外两体的写法，古文这样写，皱纹那样写，那么加上小篆，那我们看出三种字体，这是所谓的重文，重当重复，小篆只是这样写，那小篆的皱纹可以那样写，小篆的古文是那样写。那么这个是呢，在甲文里面它就是指这个字，所以这两个字本来是一个字，指跟是本来是一个字。是的甲文二，他省略了在双手舞动的双手，然后他就变到金文的写法，甲文二跟金文的写法就是一致的，然后由金文再变到小篆，然后我们看起来
它与纸就好像不一样了。接下来我们看下一个字，开机是麻烦。女，向女子跪坐，两手操作女工，眼点自首的象形。甲文、金文及小篆女字，向女子跪坐，两手有所操作。女工之事多在室内，男字则用力田会意，男耕女织，各有专司，故男女两字用工作的差异来表现。备注：说文，妇人也，象形。典籍所见：一、假借为汝；二、左传宣公十一年，诸侯献公皆庆寡人，汝独不庆寡人。按五代狩猎，农耕以男子为主，男子的对方就是女人，所以女便成为第二人称。又因汝，人主切，日扭，五步。二，泥是切，十五、十六步之间。女与汝古音同，与尔古双声，三字可以通假。现在写作你。二，将女儿许配给他人。左传桓公十一年，宋雍氏女，老师是女，四声还是三声？宋雍氏女于郑庄公，曰雍姑。三，女之未嫁者，书经尧典，宜降二女于归瑞。女是部首字，凡由女组成的字，多与女性有关，如妇、任、身等。常用词：郎才女貌，善男信女，男耕女织，男女老少。这个女字像女子跪坐侧面的形象，头、身体、腿跪坐在这里，两个手在那里操作女工，绣花也是女工，这个红也是读工。男人以田力会意，在外面去耕田，女人在家做家事，所以用工作的性质不同来造男女两个字。这里面我们提到典籍所见里面提到，他之所以成为第二人称，原因是我们上一堂课说的吧，他之所以是第二人称，我们书上说，
男人的对方指的就是女人，女方，所以它就变成第二人称。而这几个字还有若是吧，这几个字跟它字音相同，在古音时字音相同，所以是本来应该用这个字，而借这些字来当第二人称。真正第二人称说到你我他的你，应该用这个字。那这几个是因为同音被假借，我们把鲁的反切、鹅的反切以及女的反切查出来，这两个字是同音是吗？乳与这个女古音相同，同音。另外与耳是双声，耳与女反切的上字你可以查出来，真正指第二人称是刚才我们说的应该是女这个字第二人称。后来因为这几个字是跟它声韵古音相同，或者双声，或者叠韵，因此假借这一些字为女，真正应该是用这个字你，男人的对方你。同学们也许会奇怪，他为什么不好好坐在椅子上，他为什么这样做？我说过怎么样，古代没有这种高的座椅，席地而坐，所以就像他这个样子了，跪坐。接下来我们看下一个字，开机师麻烦你。力是人用力时经络鼓起肌理分明的象形。备注：说文筋也，象人筋之形。断注：象其条理也。人之理曰力，古木之理曰力，地之理曰德，水之理曰德。古文字学者有以为，力象累形，即耕田用的犁，引背一说。典籍所见，一力行，荀子劝学，真积力久则入。二暴力，孟子公孙丑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。三功劳，国语晋语，吴君将伐，智而多力。四务求，礼记方记，时时不立真。常用词，自力更生，尽心竭力，其心何力？这个字力，说文说解告诉我们，像人用力的时候，
它是从机理显出来的样子。所以段子说，象棋条理也。我们看过那些大力士，他这个手臂啊，就肌理一块一块的，用力的时候，那么看看贾文这样写，贾文还有一些不同的写法，类似这样。那古文字学者有认为，它是像耕田的犁，所以前面我们讲过那个懒，男人这个懒字，古文字学者就认为底下那不是犁，是耕田用的犁，男人在田里耕种啊。我们这里隐背一说，让同学们知道有这样的一种说解。甲骨文是很好的资料，这种从甲骨留下来的这种资料，我们呢，对我们认识文字的构造是非常有帮助的。但是我们不要忘记，我们一定要先从说文呢入手，而且这个不可以随便就你看看哦，它像什么甲骨文，它像什么你就认定，因为只有一种证据，不能说它是完整的，你必须有旁边很多证据，才能说这个词说文说的不对，它应该是什么。如果没有真正的客观的证据不足的话，不可以直接判定哦，我看它像个犁田的犁，所以它应该是犁。因此我们这里还是按照说文的说法，是人的经理。还断注说到后面，你看木之理远离，地之理也乐，水之理也乐，这个注音跟力不一样是吧。其实按照形声字造字的原理，你读它力毫无问题，明白吗？因为力是用来干嘛？注音。那后来有音变，音变什么情况呢？可能声稍微变了，它还保存叠韵；可能韵稍微变了，还保持双声。像这里，力跟乐，韵稍微变了，声还保持双声，但是按照造字的原理，形声字力即使当作注音符号，所以地之理的这个乐，你读它力也是绝对没有错误。那么这是明白形声字造字，它本来就是用声母来注音。我们接下来看下一个字，请开机师帮我念一遍。火是火焰的象形，甲文像火焰之形，金文和小篆是从甲文蜕变而来，像火上炎喷出的火花。备注：说文回也，
言而上，象形，断柱，大其下，锐其上，眼疾所见。一，燃烧。礼记王志，昆虫未蛰，不以火填。二，急速，紧急。庄子天地，方且尊之而火驰。三，火灾，左传昭公十八年，臣不救火。火是部首字，如放在字的底部，可写作四点。凡有火组成的字，多与火有关，如焰、烧、炎、燃等。常用词：火冒三丈，急如星火，飞蛾扑火，赴汤蹈火。同学们看到甲文，一它就是画火焰往上冒的样子，底下大，上面画火焰的形象。甲文二就跟金文小篆比较接近，说文是火毁也，言而上，象形。火用毁来说解，同学们能告诉我这是什么？声讯，用字音相同或相近的字。现在闽南音里面这个火还读它为毁，毁就是这个毁，也就是火，这两字原来是同音，毁。没有的话，我们继续下一个字，请开机师念一遍。鼎是宝鼎的象形。甲文象鼎的两耳、腹、足，鼎全器的象形。小篆鼎字的下部是从甲文、金文讹变而来。备注：说文三足两耳，和五味之宝器也。典籍所见：一、鼎的三足。晋书《霍光传》，其汉运江中，三火鼎制。常用词：三足鼎立，一言九鼎，大名鼎鼎。大家看看甲文的写法，它就是宝鼎的象形，鼎上面有两耳，下面有足，中间是腹，
我相信同学们一定看过，在博物馆里面一定看过鼎的实物。在台北故宫博物院里，它陈列铜器有一个专室，一进门有一个很大的鼎，叫毛公鼎。另一边陈列一个很大的青铜器铸造的盘，叫闪式盘。毛公鼎这么大，它这个里面鼎腹里面，你说为什么有脚？鼎腹里面刻有一篇文字，是摩宁书法非常宝贵的字帖，毛公鼎。另外在这个铜器室的另一边有一个很大的盘，盘子高大约十七八公分，不到二十公分，大约这么高，这么大。在盘里面也有一篇铭文，这篇铭文也是我们摩宁书法，我们 写书法非常宝贵的钟鼎铭文，让我们用来模拟书法非常重要的帖子。闪式盘大约有500多字里面文字，非常难得。毛公鼎我不太记得，也是一整篇的文字，确实多少字我不太记得。这个盘因为它比较平，所以把它拓印下来比较完整，方整。这个因为是圆的，所以它拓印出来以后呢，它就变成这样。它没有像这么方整，因为里面是圆的。有机会，希望同学能够到台北故宫博物院去看看那个宝器，这两样宝器可以说是
故宫博物院镇院之宝，它在放在铜器室的前面那里是不更换的，永久在那里陈列。那铜器室里面有很多其他的器物，钟啊、鼎啊、格啊、立啊，很多种。你这两件是很大，所以有喜欢书法的同学，有机会台北故宫院、故宫博物院曾经把这里面的铭文拓印出来，还把外形也拓印出来，上面是孔德春先生题字，西周谋宫鼎啊。那么印刷的也很精美，如果去旅游去他那个一楼地方有一个换卖部，关于故宫里面他们复制的像这种拓片都在那里出售，他卖的也不贵。最早他是用黑色拓印出来，我一口气买了二十几副。为什么？我觉得很好，后来有朋友喜欢我就送，后来送完了没有，自己没有了，我再去买的时候它已经变成红色的，也很漂亮。我是一口气又买二十几副，我现在只剩一副，我再不送人。你们可以到那边买，如果觉得麻烦我去复印一下，我可以送给你啊，因为这是非常宝贵用来写字书法。我曾经将这两套印刷的谋宫鼎和散氏盘，它是先拓下来然后再印刷，我送给一个朋友，他本身是写书法，而且他已经是成书法家了，他又喜欢金石篆刻，所以我送他这两份东西，他如获至宝，把它装在玻璃框挂在墙上，然后隔一阵时间他打电话给我，他说我真感谢你，他说我天天搬个椅子坐在这个前面读它，仔细的看读它。但是我现在有个心得，所以我今天很高兴打电话告诉你。他说我篆刻我现在胆量大了。哦，这个我很能理解。一般篆刻都是根据小篆刻图章，根据小篆，那小篆你怎么刻只不过是工整，你很难变化。他们刻图章的有的不懂，买一个什么六书通啊，去翻这个字顶着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也可以那样，那里面有很多是熟字弄错的，他们也不知道。
真正看到这个毛公鼎或者散失盘，胆气就大了。哦，原来这个鼎字，哎，甲骨文可以这样写，看看甲骨文，跟小篆不一样是吧？他原来刻图章只敢用小篆那样刻，现在看到甲骨文，看到中鼎文，金文是中鼎文，毛公鼎散失盘是这样写，哦，他就敢变化了，所以胆气大，所以他非常高兴，他从此可以呢，非常的这个天马行空的来刻，是吧？书法也一样，你写过中鼎，你胆气会大，你晓得变化。在学中学生的时代，往往老师要你写什么？哦，楷书，楷书，像欧阳询，哦，颜真卿，像柳公权，啊，要你一笔一笔的写楷书。哎，我碰到一位书法家。哎，我们两个聊天，就谈到书法。他拿他的书法给我看，他很谦虚，希望能得到我的一些看法。我说，你书法已经写的相当的好，他说你不要光说这些好听的话，你要真正告诉我。他说我现在自己感觉，我怎么样也写来写去就是这样了。我说我明白，这是你碰到顶了，你前面下的很大的功夫，你现在碰到顶了，你无法突破，你一直在底下。他说：“哎，你真是一针见血，说到我心里话。我书法，我自己感觉到无法突破，那要怎么办呢？”他问我，我说：“根据你写的这个楷书，我建议你可以写写。”魏碑，哦，他说魏碑好多种，哪一种合适啊？我说魏碑有张黑女墓志铭，另外张猛龙碑。哦，他记下来。他说除了这个之外，如果想再进一步呢，我说有，那你可以写汉碑。汉碑有更多的式样了。那么我就告诉他，你可以从张骞碑，张骞通西域的张骞，张骞碑，礼器碑入手，因为它很工整。张骞礼器之后呢，他问说之后你到了功夫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写石门颂。哦，一定要先经过前面那些功夫，
这样来写十门颂。原因，十门颂大开大合，没有胆量的人不敢写，没有功底的人也不敢写，所以一定先前的楷书和其他的碑，你都练到一定相当稳固的功夫，再来写十门颂。有个现成的例子，画家张大千，他那个字好像跟人不同是吧，跟一般人不一样，是他自己创吗？不是，他就是石门颂出来的。我们很崇拜弘一大师，他的墨宝如不食人间烟火。你说我崇拜他的书法，我直接摹写他的可以吗？我告诉你，你这样摹写的话，你将来只有形式而没有神采。你一定要从他弘一大师他原来写过什么，你从那里去探究。那他弘一大师写的是什么？当然写过很多，主要是魏碑里面的，刚才我提过张猛龙碑。哦，你说好，我专心写张猛龙碑，那我的书法我将来就能像弘一大师那样仙风道骨吗？那就看你的修养了。光笔下的功夫是不够的，还靠个人的修养。那汉碑有很多种，我们刚才是提了张骞、李器、石门颂，这是我个人认为比较工整。比如还有乙英碑也不错，朝泉碑就比较的飘逸，不像我们认定的汉碑是那样的点重。那如果这些都已经相当有了功夫，接下来呢还有吗？那就是看看黑板上说的谋功顶散四盘。你写过散四盘或者谋功顶，你的书法你就有胆量变化，就像刚才我说的刻金石图章的人，读过散四盘谋功顶，他就大喜过望，他自己觉得已经解放出来，不再受小篆的拘束，可以解脱了，他可以自在的变化，再怎么变不会离，不会错误，这是原则，不能乱变。这是说写字书法我刚才说跟我一起闲谈那位朋友，那个书法家谈了这么多之后，
他正是贪心。他说那还有呢？我说有，这些天我介绍的你都洗得可以乱真了。还有，他说那是什么？我说那就是修养。修养怎么来？多读书。读什么书？我说这意思就说不清楚了，跟个人的性向不一样啊。那这个可以慢慢的来。你该读什么书？我要了解你，深入的了解你，我才能推荐你给你读什么书，是吗？所以书法是如此，你要写的一笔书法真正到家，除了临这个碑帖之外呀、还要不要忘记读书修养。读书是两方面，一方面是学识的增长，一方面是修养的增长。德智兼修，那么这样才能够你造就你书法的高度，成为一个真正了不起的书法家。王羲之公认他是书圣，他的《兰亭序》真迹传说被唐太宗拿去寻葬了，不过当时他让他臣子底下那些书法大家写的《兰亭序》也很好，你细细看，我们只能叹气，你无法改动里面的任何一笔《兰亭序》，因此尊他为书圣。他光是平常练字就能到达那个地步吗？不是，你看他的书法，尤其行书，你就看出来非常飘逸潇洒。不要忘记魏晋时代，王羲之是那个时代。同学们知道竹林七贤吗？听说了。他们在那里谈些什么？玄谈。这都是有关修养的一些学士，他们经常在谈论这些。所以王羲之也是那个时代的人，因此除了他书法平常的练习之外，加上他当时那种学术的风气对他的影响，因此在他笔下那是就是行云流水。所以修养对一个人是重要，对你的书法也很重要。我们看到近代、现代，台湾有另外一位画家蒲心宇先生，听说过吗？蒲鲁，他名字是儒家的儒，字心宇，他跟张大千是好朋友。
只是他过世的早，60多岁过世。你看他的作品，不管他的画，不管他的书法，你展开有一股书卷气迎面扑来，这就是修养。所以书法不是光念自行，最后我要形成你个人的风貌。千千万万注意一个事，不要落俗，千万不能落俗。你的书法，你的作品被人家一看是俗不可耐，那就完了，那就无可救药。要让人家一看，哦，越看越喜欢，你说不出所以然来，这就是书卷气，明白吗？这里说到书法，画画也是一样，弹琴也是一样，弹琴也一定要注意到修养。修养怎么来，读书，多读书，增加你的学识和增加你的修养，再加上琴本身的技巧，将来你才能够独树一帜，不光是演奏前人的曲子，尤其古琴，它容许你有些自由发挥的地方，你能弹出你个人的风格。同是阳关三叠，你弹的人家一听，哦，这是某人弹的阳关三叠，这就是修养有关。更希望自己将来能成为一个作曲家，能成为一个除了演奏家之外，更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作曲家，这才能够真正传之千古，成为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一块瑰宝，成为最璀璨的红宝石、蓝宝石或者祖母绿。你做的这个曲子在历史长河里面它永远不灭，是一颗璀璨的绿宝石，这是我们追求的目标。不光只是一个演奏家，演奏家人死了以后就没有了，更希望能成为一个作曲家，不一定弹多，有一曲两曲能传世，能代表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音乐。所以像这方面都是造就我们传统文化的高度越来越高，越来越伟大。传统文化有古人的，再加上你我不停
的努力创作。我希望我们之间能有所成就，在古人的这个金字塔上面能够加上一点，哪怕是一粒小小的沙石。赞同吗？赞同。大家努力。西洋的音乐我们也需要了解，就像画画的人也要有机会就去看西洋的画家他们的作品。我在巴西圣保罗他那个艺术馆里面看过塞尚印象派大师的几幅作品，有一幅我到现在都难以忘怀。画画的人都知道，一个画面上如果要大面积的用绿的颜色，这是很难的事。塞尚有一幅画，画一棵大树，大面积的绿色，是画得那么好。看到他的真迹，塞尚以后，梵高我们都知道，画向日葵的，高更他的朋友，都是一二十幅挂在那里，没有玻璃遮挡，墙壁、地板上80公分画一条黄线，观赏的人自觉不要超过黄线。可是80公分也只有这样，是吧？你一弯身，可能你的鼻子都会碰到画。它是那样直接的挂在前面，让你好好的观赏。塞尚、梵高、高更，还有毕加索，就是这样挂在那里。我经常去，所以我了解他们的用色，什么色调，他的用笔，梵高为什么会那么值钱。一幅向日葵上亿美金，为什么？如果你细看，你细分析，就能明白，他是超出他当时同时代的画家的风格。他那个时代的风格是古典派，画得很细腻，画美人的皮肤，手是画得那么细腻。当时，那他的梵高不一样，他用油彩，像画中国画的皴法线条一样，一笔一笔涂上去。你说，哎，他怎么跟当时的风格是那样完全不同呢？显得那么粗糙。原因，我看到他有一幅画，
他的自画像的背后背景挂的有一幅卷轴的日本的浮世绘。日本浮世绘是什么？中国的版画。版画是什么？先是手画，然后刻在木板上再印，可以多印几张。版画，日本的所谓的浮世绘，就是中国传过去的版画，当然里面以线条为主。所以梵高他的作品，他受东方画的影响很深，用线条，不光是向日葵，他画乡村稻田里面那个草垛，一堆一堆的草垛，同样是用油彩一笔一笔画上去，就跟我们中国画的山水里面石头山的皴法一模一样。这因为它吸收了跟东方这种绘画的技巧，把这个元素放在它的里面，它的作品里面，它就与众不同。有一次，我在北京的中国油画院去做一次讲座，起先我对这群油画的朋友我心里有点慌张，我不知道要跟他们讲什么，他们是画油画的，那个场所是他们油画院里面那个场所很大，有三四百人在底下，都是画家，油画的画家。假如你是我，你要跟这些画家朋友们要讲些什么？因为我学的是国学，今天在这跟各位讲文字学，我总不能跟他们讲文字学吧。我灵机一动，想到这么多的中国油画的朋友们，他们缺乏一样东西。缺乏什么？缺乏国学的修养。如果他们对我们传统文化能够多吸收一些，他能够用我们传统文化表达在他的油画布上面，那你想，他就能够与众不同。要不然你崇拜塞尚，就天天在那蒙塞尚的画，你一辈子摸他的
你脱不掉他的外衣，你画到最后很像他的，但是始终不是你的。就像一棵大树下面的一棵小草，你崇拜的塞尚，你崇拜的毕加索，他就像一棵大树，你画几十年最后画得很像啊，你还是大树下面的一棵小草，是吗？你甘心吗？划不来啊！你一辈子卖力气，最后还是个小草，划不来。所以要怎么办啊？要画出你个人的风貌。油画如何画出你个人的风貌？最重要的，要把我们民族精神、中华文化的精神灌注在你的画面，你画出来的东西就跟毕加索不一样，说不定他看到了他佩服你，因为你画的他不会画，有道理吗？因此中国的油画家也不能不学习一点中国的传统文化，是吗？是。嗯，如果你认为是，鼓掌。我也贪嗔痴太重，贪你们的掌声。哎，说实在，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。学任何东西，要有个人的精神表现出来，画画是如此，书法是如此，学琴古琴也是如此，不然你永远只是一个演奏家，顶一般人说是匠，画画说他是画匠，他不是画匠，不能成家。你只是一个演奏的匠，你不能成音乐家。离题太远了，回到我们的课本了，请开句诗。接下来读下一个隶。隶是古代一种烹饪器具的象形，与鼎同属一类。备注：说文，鼎属十五壶，斗二升约壶，象腹交纹。三足，断柱，上向齐口，向腹交纹，下向三足也。典籍所见，一，立位隔绝于上，荀子大略，立如也。立是个部首字，凡由立组成的字多与器皿有关，如容、行、宗等。大家看看经文这个例子，它非常的形象，他这个脚三个脚特别胖，
里面是空心的，这也像也是个顶的样子，可是它的脚呢，里面是空心，胖胖的，干嘛？生火的时候，它容易吸热，里面东西容易煮熟，所以这个胖胖的脚叫立。我们看下一个字，勺，开机师麻烦你，有勺这个字，是勺吗？下一个字，壶。哦，壶，哦，我换错，看壶。壶是酒壶的象形。甲文、金文壶字，上象盖。旁有两耳，中向腹，上环纹，下象棋圈足。小篆是从甲文、金文历变而来。备注：说文，昆吾环器也。象形，从大。象棋盖也。典籍所见：一、九尊，以礼聘礼，八壶射于西；二、礼器，不方口圆称壶，反之称方壶。《公羊传》，昭公25年，伯子执壶江。常用词：冰心玉壶，丹石壶江。这个壶子非常的形象，你看甲文、金文。这个壶子不但形象，而且很漂亮。认识的甲文、金文，再看到角篆，也就了解上面是盖，底下是壶身，和两耳，和壶角。因此你也看出来说文里面说从大，对不对啊？那不是大小的大，它是根据小篆的写法，上面的盖子小篆变成大的那个字的样子，所以他说是从大，这个是不正确的。实际上就是盖子，同学们也许有个想法，如果我们的现在用的文字也能够像甲骨文那样，壶就画个壶，不是，大家看起来不是很方便吗？是，没错。甲文、金文都很容易看出象形的实物的象形，到了小篆就有点变化，到了隶书、楷书就受到伤害了。这个壶子还勉强隶书、楷书，原来我们说过有几个字，隶楷以后下面的四点有好几种，有的是鱼的尾巴，有的是燕子的尾巴，有的是鸟的脚，有的是火字，都变成四点。
所以这是对文字字义的一种伤害。那我好在我们现在已经被他害得很久了，也就习惯了。所以说，如果像这个胡子这么漂亮，现在文字还是用这样写，不是很好吗？好是非常好，就是写起来很不方便，是吧？所以这个之所以会演变到小篆隶书，也求其书写的方便。好，让他多留一阵。现在我们就准备吃饭，好吗？